看到了一些奇怪的画面。你看到什么了？我看到，届时你就会明白，那日在瞭望山，白绝残念所言非虚，你本应是这世间最尊崇之人。没看到什么，我只是觉得他很悲伤，好像一直在等什么。这里是众神打斗的遗迹，这石像定是当年神界的上神，他虽身死，但他的神念足以撼动人心。你们竟然活着，拿命来！小心！夫人，待后事先走。走。真力，你居然能驾驭白绝的真神之力！你再不走，我就削了你的神脉，让你再也猖狂不得。青木，青木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既然救回了景阳，也赶紧回天宫复命，解除和景昭的婚约。夫人，我不会拿景阳做筹码，婚约之事我再另想法子。说吧，你有什么法子？你和后池的心意我都懂，这仇我迟早要报，但不急于一时。景阳能作为筹码，也算是为他自己积德。既然天帝答应了你，你就赶紧回天宫复命，解除婚约。只有你和后池没有后顾之忧，我才能够安心。既然傅染上君都开口了，青木，你也就别再推辞了。傅染，今日的恩情青木记住了。谢谢你夫人。后池，你说什么客气话呢？只要你们两个能够幸福，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。后池，你先和凤染回祁连山，但我向天帝复完命，解除了和景昭的婚约，便会亲出宫找你。我信不过天宫，我跟你一起去。
不行，青木是去解除婚约的，你去天后岂能容你？这是我和青木两个人的事，我不能让他一个人扛。后池，我父神也不是蛮不讲理之人，你既然救了景阳，他一定会信守承诺的。我救景阳本就不是为了解除婚约，若不是三手火龙残虐成性，我是不会掺和仙妖两族的纷争的。以景阳当年所行之事，我青池宫只有杀他的份儿，断没有救他的理。罢了，你不是景阳，你只是受他所累，我不该摆脸色给你看。夫人，你先回祁连山吧。我刚才说了不行，这天宫的人向来喜欢玩心眼，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。不过在你们两个没有解决事情之前，我是不会给你闯祸的。好吧，那既然这样，我们就一起回天宫复命吧。你们二人先在此休息，若是有什么不便之处，只管同仙师说。二殿下无需客套，这仙居仙气缭绕，我等哪里会住不惯。走吧。请。来日方长，我追后池的时候也是几经周折。杀亲之仇，长兄之意，我和凤染之间恐怕更难了。别说我了，从刚才进天宫起，我便瞧你似有忧思，怎么了？我只是担心此番上天宫会给后池惹上麻烦。昭儿虽然娇惯了些，但若是父神下了诏令，他也不会纠缠不休的。但愿吧。青木，我想拜托你一件事。何事？此次退婚毕竟会伤到我三妹，她向来心高气傲的，还请你退婚的时候多顾及下她的颜面。此事应当，放心吧。好，走吧。走。怎么了？没事，走吧。嗯。我知道你心中有芥蒂，景剑也是一片好意。你忘了，他在渊灵沼泽还护过你。我自是感谢他的，可他终究是景阳的弟弟，我还是和他保持一点距离比较好。他好像就是，应该就是后池上神吧？谁在那儿鬼鬼祟祟的？还不给我出来！见过后池上神，见过凤染上君，我等乃是天宫仙娥。你们大白天在这儿做什么？回禀凤染上君，我等都是前来瞻仰后池上神的。我小殿下贵为上神之尊，却是六万年鲜少露面的。荒唐！后池上神是什么奇珍异兽不成？小仙失言，还请上神责罚。你们不必惶恐，你们既是来瞧我的，现在也瞧见了，无事便散去吧。